到环球影城了呢！哇哦 ，Let's go！ 今天感觉天气很舒服，也没有很热，然后人也很少。今天果然是最佳的日子，这才是真正的环球影城。 比较适合玩这种，就是其实真实的没有什么太多刺激，但是它会带进一种幻象。哈利波特比这个还好玩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肯定是比这个稍微刺激，特别好玩。这种比较适合我是真实的那种刺激的就算了。让我进入幻象吧。哇哦！哇哦！终于到了。 去玩一下变形金刚，我现在已经玩了三个项目了，还不错，挺好玩的，比较适合我，因为它们本身没有那么危险，它的危险都是靠你的幻象带入而已。我想上去，再去跟他比试比试，拍照。 真是高手。